流浪动物方面，哦，你去再养它回来之后呢，你就是要先教它专注力。它叫什么？没有，那我们那边什么命令的是？好 ，sorry。好，还听不懂的，我再讲白一点。就像刚刚没有人的时候，哎，大卫有开始会丢东西。好，丢东西有可能丢零食，哎，这种零食包的时候，有可能人家就不稀罕。我可能想说，哎，进来之后有一块钱，哎，对你们来讲没感觉。好，带李白，我讲，哎，李白五十千，哇，每个人都好厉害，什么东西吗？重点在于这个诱因大不大？好，那几千块，亚秋，交流不错，怎么样？